从摄影角度，光源对景物所产生的变化是一种机遇，而在生活里机遇就比较被动不确定。我即刻想起香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今日，都不时讲到香港是一个机遇处处的城市，只要努力寻找和把握它，就会有所得着，生活就会美好，能向上流移动。而香港近年不断通货膨胀、楼价高升，令市民深感生活压力和置业无望、沮丧和无奈。话说机遇处处的香港，或者只不过是某种反讽，希望观众他们可以从作品引发联想，想想当下香港的生活状况，又或者会心一笑。我由香港是机遇处处这句为切入点，以前是较正面的，到今天就带点讽刺。我将大部分香港人梦想找份好工、买冒牌货品滿足其虚荣心、中六合彩完成买楼梦等的图像，再加入寓意不确定的移形身影，组合成双联拼作品，营造一些视觉预警。